一周漏网镜头，陈尤丽观影反正都漏，马丹娜横行爬墙。本周漏网镜头很国际化哦，先从韩剧《众神的晚餐》记者会看起。陈尤丽在戏中扮厨娘，戏外小洋装也碎当当。既然下厨不免要煎蛋，注意喽，当一面蛋白煎熟了，就要分面继续煎，然后你就会看到，哎呦，屁股蛋喽。今天我很开心，抽中了这个又黑又亮的。观影手气超旺，新春年假在赌城作秀，竟然猛拉 Gaseco 抽中两辆轿车，对，两辆，这又黑又亮的只是其中一辆，然后他就露出又白又暗的小裤裤了。哎呦，插播一库，台湾人就是团结，有容乃大的马有容本周也露了，还是乳牛般纹地，有容真是忍辱负重啊。再来看，哎呦，这谁的辫子绑得像蝎子，他是法国 R&B 流行歌手夏姆。哎呦，夏姆的正面更吓人，他套了一个坚挺的半透明模型，把咪咪填了进去。甜所以后来抢看西洋院台皇太后马丹娜最新曝光的 music video。先别说啦啦队曲风，关史蒂芬妮早就玩过了，这次娜姐最好笑的梗在被人搀扶爬墙。百事可乐曾以黑衣人暗中相助拍出搞笑的默剧广告，哎呦，好期待娜姐接下来在超级杯的表演也是这么卧虎藏龙。俗话说烂泥扶不上墙，娜姐被扶得这么妥当，实在是屹立不摇一枚扶得起的阿桑。苹果娱乐新闻 YouTube 首播完整版报道。